Welcome to downtown Halabadoo. Last known resting place, Tusk of Ganesh. Spectacular. Well, that's different. Fraser? Ross? House on fire. He was also a really stubborn dickhead. I could use the exercise. Well, at least I've still got my dignity. Oh, shit. Get down, get down.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戴解说的神秘海域失落的遗产第六集。节目一开始迎来一场浅杀浅炸战，这个场景只有九个敌人，但是有一辆装甲车。人类发现我们的时候，他会先警觉后发现，但是这辆装甲车是瞬间发现，所以说装甲车是第一优先要躲避的。第一时间我们赶快上来，直接进去。来人了，赶快躲起来。这个时候进来是有一些危险的，最好在门口躲一会儿，因为我是录像，所以想尽快快一点。然后拿上消音手枪，然后在这边等待，静静等待一会儿。这场战斗最大的要点就是一定要有耐心，因为这个场景我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是全部潜杀，把所有的尸体藏起来，不让敌人发现，拉进来干掉。好，刚刚那个箱子里面我们拿到了一把消音手枪和一个 C4， 然后我们在这边等着，等上面这个敌人过来。拉他还是比较安全的，就以这个速度过来还是比较安全的。然后我们直接下来，左边还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人都有可能发现我们，但是威胁最大的还是装甲车。敌人之间的位置是相对比较随机的，这一把随机随的就运气不是特别好，就是敌人相互之间的位置所留给我们的空档相对比较小。我们稍微等待一下，我尝试过用消音武器把这个在草丛里的敌人给爆头，但是爆头以后很容易被发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判定，但是如果把他勒倒基本上不会被发现。好，这个人刚刚回头，我们赶快上去，然后在草丛里面等着，我们要把这边两个敌人给撂倒。一定要耐心等待，他们的巡逻路径比较长，要找到他们每一个可以暗杀他们的点，就是他杀了他们以后啊，尸体不被发现。在这个地方勒的时候就要注意装甲车的位置，然后不要提前把 C4 炸药粘在卡车上面，
因为他转圈的时候啊，敌人会把 C 四大炸药，判定理解为手雷，就是所有的敌人就会活动起来，就知道我们来了。哎，慢了一点，慢了一点，我们换个地方杀他，因为刚才有一辆卡车在，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暗杀这个敌人。然后我们到前面这个地方来。左边有一个火箭筒，但理论上是看不见我们的。我们到这儿等敌人过来。好，没有看见我们。然后这边有个 C4， 不用出草丛就可以拿到。然后这里把箱子打开，有一个火箭筒，也是本场景的第一个火箭筒。本场景总共有三个火箭筒可以拿到，然后有六个 C4。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剪掉，因为很紧张，很紧张。让我们观察一下前面两个敌人的位置和车子的位置，往前走，好，直接往前走，不要爬上去，贴边走就可以拿到 C4， 然后在这边等待。然后装甲走了以后，在这边，在这个地方暗杀掉上面的那个敌人。在这里等着他，这个地方杀肯定很安全，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耶，没够上，没够上，我们稍微等一下，快进一下，等他下一圈过来。好，送他走。再观察一下车子的位置，装甲车比较恶心的是它没有警觉这么一说，直接发现，然后爬到最上方。好，他这把比较乖，正好到了这边来，直接拉他下来。他会掉一个火箭筒，这个关卡一定要有耐心。我选择的这几个暗杀的点的位置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有的观众在直播间见过我打过这一关，在背一边背板一边开着直播，然后在这里等待。现在全场还剩下三个敌人，一辆车。现在屏幕中有两个都背对着我们。现在这个点杀起来是有点麻烦的。我们现在左边有一个敌人，然后前方有一个敌人。左边这个敌人的眼神特别特别好，好，哎，他还会往回头看一看。这个是我们不敢上去了，因为他已经过来了。我还在这边要等待时机。左边这个敌人他的头啊会乱转，就比较烦。你看他又回头了，左边最左边的这个敌人眼神真的很好。好，赶快过去扒在这儿，然后好把他干掉。扒他的时候，就是拉这个敌人的时候啊，左边这个敌人和右边上面那个敌人还是有可能发现的，然后我们就不过去，想办法在这个距离。好，干掉了，一枪爆不了头就多补几枪就没事。然后身边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敌人，这是最后一个敌人了，然后仅剩下最后一辆车。距离比较远，一枪爆不了头就多几枪。好，现在全场已经没有敌人，我们手上四个 C4， 这辆车我尝试过用六个 C4 全部粘在他身上没有用，因为游戏默认只同时炸四个。然后我们这边稍微等待一下，但是这一把我
我们还是想办法把所有的 C4 啊，我们拿到其中五个。好，走，赶快。这边还有一个 C4， 在这一把我录完像以后，我又尝试过，我想用 C4 一次性把它全部给炸掉，我把六个 C4 全部拿到，还是炸不掉。在惨烈难度下，在其他难度下应该可以。好，我们把四个 C4 一次性全部扔出去，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C4 再扔出去，定在这个点。等一下，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是有点危险，看人品的。好，我们赶快出去，先不要引爆。我们爬到刚刚我们干掉火箭筒的那个地方，稍微观察一下，一定要有耐心。这关没耐心，你稍微想急一下，就很容易被发现。被发现以后特别麻烦，倒不是不能打，是特别麻烦。然后在这边等待，等待车辆到我们买 CC 的地方，拿出火箭筒，还差一下。我试过六个一起炸，炸不掉。炸掉以后，在这边等待，肯定会刷援军。一辆卡车开过来，瞄准卡车，一发入魂。Nadine, that's it. We're clear. Hang on, be right there. You need a hand?上一集的最后揍了克洛伊一拳头，然而现在要我们救，好吧。 There we go. You're welcome. You lied to my face. I didn't lie. I just left out the part about Sam. Incredible. Look, Asav is getting a head start and we need to hurry. We?Spit it out! Okay, cards on the table. I need your help. Sh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before. And if you want the tusk, you need mine. Look, I screwed up. Okay? This is your idea of an apology. Well, if it helps to keep your head in the game, then sure. Listen, we both have something to lose here. Am I right? Just so we're clear.My priority is the tusk, not Sam Drake, and certainly not you. Fair enough.对白结束以后呢，最好还是回场景去一下。前面有一个红色的箱子是收集品之一，那我们就不过去拿了。点在那儿，里面也是一个火箭筒，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了。而收集呢，我在背板的时候啊，这东西也已经算收集要素，已经算收集过了，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这边我们换火箭筒的时候有一个95，我们拿上，我们后面战斗需要，我们就不收集其他太多的东西。 C4 呢在这边还是可以拿到的，你可以在这边把所有的 C4 啊，它会重新刷新出来，那我就没拿了，我们直接走。我是推荐把所有的地方重新撕一撕全部拿一遍，后面是有用的。What are you doing? Making sure we're not followed. That's a good idea. Whoa, what was that? Exactly what it sounded like.开始跋涉了，哇，老鼠！又是雕像，全是雕像。我个人感觉，有些东西啊，人造的出来的东西啊，小东西你可以带走，但是实际上更宝贵的是这些大的遗迹和建筑物。
然而你碰到这里几个拆迁大队，你是保留不好了。I'll be there. Oh wow, the kings ushered their people into these tunnels. What? We didn't find the entrance. We found the back door. Okay. Looks like a step well. You don't care. Shh. You hear that? Now I do. 有什么东西在叫？这些遗迹建筑特别难造，它是在原有的山洞里面造出来的，就在地下的啊，这太难了。现实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建筑，我估计也只有在游戏中会存在吧，我猜的。She's winded. Those explosions we heard must have triggered the collapse. Easy, girl. Shh, shh, it's okay. Sorry, girl. We're gonna get you out. Just a bit more. Wait a minute. We need to get Dom. Just stay calm. Are you talking to me or the elephant? Both?Easy. 这一段我们就不说话，我们慢慢感受这一段骑大象的过程。Where's it taking us? Wherever it wants. Here. Want some of this?Here you go. Look, I'm not very good at the whole people thing. You're a selfish dickhead. Yeah. You're right. I am a selfish dickhead. Yeah. It's good to hear you say it. Wow. Did you hear that, Dad? Did get something from you after all.What happened with your father? He was the guy that couldn't walk awa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offered to finance one more of his expeditions, because this time he said he was onto something big. He was always onto something big. But...Bandits raided his camp and
Local authorities found him weeks later. And this stupid thing is all I have left of him. I'm sorry. Oh, hey. He certainly made his choice. So? Listen, Fraser. You don't have to... What's it doing? Charging, I think. Tell it to stop! Because I speak elephant. Look at it. Ah. No wonder she was so distressed. Hey, about the hole, Sam. Look, I get it. All right? I've got my own shit to sort out as well. Let's not have that stand in the way anymore, hey? Okay. Deal. Come on. Well, if we accomplish nothing else today, at least we reunited a family. No, just keep your distance. We've got a cop. Right. Here, I'll take this one. Oh, okay, thanks. Move over a little. That's good. Now, reach that way and hold out your hand. What? Much safer way to pet an elephant. Much obliged. Two 爱自拍的妹子。 回去发朋友圈的妹子。 神秘海域的画面可以算是 这同类型游戏的巅峰之作，就是从它的美术啊，它的优化各方面来说啊，算是同类型游戏的巅峰之作了。它的过场动画是即时进行即时运算的，但是堪比很多游戏的后渲染的画面，几乎已经分不出来。这边有一个对白。 Smaller, yes. Sort of a double dome on the skull. But they do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What's that? They'll both stomp you flat if you get near their cough. Point taken. 生物学家纳迪恩科普告诉我们，非洲象和印度象有什么区别？谁说玩游戏学不到知识的？这不是学到很多知识了吗？ Nice of the staff to leave some supplies for us. 这边有一个95，我们不着急拿。 先把这个箱子给打开，打开以后有一把 A3C， 然后我们先拿上 A3C， 再拿95，把子弹尽量可以多拿一些，这样子我们就有61发子弹了。然后这边有一个 C4， 哦，这边也有一个 C4， 然后狙击枪我们只有4发了，我们拿上这个点45。 在前面一场战斗最好的时候，是在前面一场战斗收集带一把点45过来会比较好一些，但也没有太大用处，多不了几发。Up here. <笑>又是一个收集品。 收集要素，然后我们可以从右边走，也可以从左边走，摆荡回去。哎呦！
设计品。然后我们要到前面这个树洞里面，这地方掉下来了，那我们重新来一次，先摆荡到旁边上去。这里面还有一宝藏。整个第六章节最后一个宝藏。好，我们再回去。这个地方我也想聊一下，以后到底还要不要做全收集了。如果做全收集呢，有一部分的这种精力要花费在背这些收集品的点上面，就比较麻烦。我估计还是有的观众愿意看，但是会使得流程稍微长一些，否则的话我们就一路跑就可以了。因为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收集对白，倒还好。我个人比较喜欢收集这个游戏里面的对白和照片，宝藏我觉得真心一般。失落的遗产。Hello, Balua.It's not every day you get to see a totally hidden city that nobody else has seen for centuries. Apart from Asov. Apart from Asov. And a few of his men. And a few of his men. You ready? You just totally crushed that moment. You know that, right?How do we get in? I don't know. Looks like dwellings along the side. So let's go up. 古代人住的房子都那么高端吗？富人去吧。拍张照片。出发。跳到这个地方以后，开始刷敌人。想要完完全全把这些敌人绕过去啊，很难，所以我们有14发子弹，先把右边的这个敌人在这个地方挂着打掉，这样前面的敌人很难打到我们。好了，我们子弹比较少，只有14发，要干掉这4个敌人还是比较困难的，很难在这么远的距离爆头，特别难，而且敌人有头盔。狙击手能秒人，所以比较恶心。只剩最后一发了。这个地方如果有20多发子弹，打起来就比较轻松，你连续点就可以了。我们子弹不够，而且敌人有回血机制，你一次性干不掉他，我们只有上来用95打了。下去，白了，还点血回来，点掉他，搞定。这边的一系列战斗细节分的情况下，可以把它分为4场战斗。我们已经打完了第一场，然后使用绳子到左边来，来触发第二场战斗。然后我们爬到二楼边缘这个地方，铁定会有一个敌人戴头盔的从里面走出来。这个敌人不要第一时间，稍微等一下，1、2、3，下。杀完以后，把头盔拔了，把他干掉。他是重甲，拿上他的喷子，95我们先留着。换上手雷，被后面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稍微躲一下，
用喷子干掉他们。出来，出来，在这个角落相对比较安全。哎，他冷嘞，消失嘞。然后我们调整一下武器，马上这把枪。敌人位置比较随机，上面拿的这把枪是 P90， 扫起来不是特别疼，但是会把我们枪打得很抖，打不到人。还有下面看 P90 打到我们身上，命中率高，虽然弱，我搞得我打不到人，特别闹心。他们害怕了，一定是的。现在进入了他们的搜索状态，找不到我们了。我们调整一下装备，外面也没找到他。拿上手雷，拿上95，这边过不去，我们还是要从这边正面去找敌人。四个手雷补满了，然后我们要进行第三场。到这个地方来，会刷一批敌人，上面有榴弹手，下面有超重甲。好，给炸死了，超重甲威胁最大。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上面有一个榴弹手，就比较烦人的。好，干掉。还没死吗？不、哦，榴弹干掉。好，把榴弹干掉，超重甲干掉，有重机枪手干掉，其他威胁就不大了。走。其他敌人就任我们宰割。好，这场战斗打完以后，我们要调整一下装备，打最后一小场。这边有手雷，回去看看还有没有手雷了。这个场景手雷还是补给还是比较多的。那这边还有，这边有一把沙鹰，我们拿上。哦，箱子可以打开。这边有 C4， 两个手雷够了。哎，刚才还有一个，三个。哎，没拿上。好，哎，还没拿上。好，拿上了。拿上以后，我们建议啊，我们走外边走，从这边过去。如果走正面过去啊，可能造成刷敌人。我们从这边爬上去，现在敌人还没有刷出来。好，第四个手雷，然后火箭筒，然后在这边瞄着，下人以后四个全扔出去。雷拳炸死就补一发。最后一个，哎，没什么滑头了，下来我在这儿。嘿，没个头盔你扭个毛线，揍死你，揍死你，下去。好了，这场战斗就结束了。这场战斗打完，本集时间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下集再见吧，游戏大概还有三集左右，大家拜拜。 Three Persian invasions, three separate wars, and all these years later, no one has found it. The Tusk of Ganesh. Wow, spectacular. No wonder the Hoysala capital was ransacked. Their loss is our gain.A thief? You're working for a thief. Everyone's got to make a living. You were going to sell me out, weren't you? Let's get one thing straight. This is my gig. You want your share? We play by my rules. What's it gonna be?Sav is getting a head start, and we need to hurry. We? All right! I can't let Sav get that tusk. I will incite my civil war. Stamp out the bloodline of the young king. Starting with you. Razor! Let's go get our disc. And some guns.Some guns. Sorry, lady. What took you so long? Had to catch a train, love.